还有更难的吗，杨教练？如果再难的话，我们就得上我们的训练仪了。好，来，我们上我们模拟器啊。杨教练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激光的线已经调出来了。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线的位置，瞄准的位置。哎呦，红点上来了。十点四环，显示出来了。杨教练，刚才您在那个端这个仪器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我是看了您的表情，您是这样的，眼睛是要往上看了一下，然后您是这样。而且你发现那激光点也是从上往下落的。为什么要往上看一下再下来呢？对啊，因为我是看的准星缺口，确保准星缺口的平正位置，然后再去看瞄准点。小同学体验一下，来，先来练过。孩子们，这是我们两个。先练过，这已经参加过射击训练的，虽然没练过手枪，你是练步枪的是吧？没关系，你打的是中间这个靶子，好，你打的是右边这个靶，来，往后站点，咱往后来点，往后来点，对，好，几环？有男生。稍等啊，5.1环，五点一，男生呢？我这个没有，你是不是没？完了。过靶，没有，所以说不是专项，但很多的时候，他这种训练的这种理念是不一样。他们是练习这个步枪，他是打步枪的，然后这个女生是练手枪的。来，我们换两位同学。首先我得告诉你们，这个首先握枪啊，把手伸进去，虎口对过来之后，然后依次握过来，啊，不要上来我就想抓住他，不是，一定要是我们手枪训练的时候，我们这叫木套。我们要首先进入到木套，要正，一定要正，手一定要正，然后这手握过来之后，你整个枪、你的胳膊、你的人才是正的。如果你要是你上来就这么握的话，你是歪的，你是歪的就没有办法打准了，知道吗？来，首先先虎口，对手酸小点没关系啊。好，对虎口握进去，哎，好，对，放松手腕，放松，来，身体要侧过来，那姿势还不错啊。首先准星要放在缺口正中，准星要放在缺口的正中间，晃得厉害，然后用对，可以了啊，觉得自己瞄准了就可以放下吧，先放下，太晃了，放松一下，放松一下，然后再休息一下，来，可以了，现在瞄上之后就果断的可以激发了，食指去扣就可以了。拖靶扣的时候一定要猛扣，你不要使劲，要慢慢的啪一直扣到响，持续不断的给食指一个压力，就是这个扳机啊，你不能这么使劲扣，不行，这么使劲扣之后你枪就没了，一定要是我们是讲究是食指单独加压，就用食指扣着扳机，然后你在瞄准的过程当中，你这食指一直使劲，啪让它自然响。好，可以，明白了吗？再来一下，试试，来，身体姿势不对，对，好，小孟同学，身体朝前，还不对，来，侧过来，对，好，哈哈，哎，不错，小孟同学呢，这一次是3.1环，但基础小赵同学呢，还是拖把啊，所以这个扣很关键。请那个小王同学和小霍同学试一下，来，那我俩试一下，插兜啊。插兜，对，姿势很关键，对，慢慢落，落进来，6.0环，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你可以再休息一下，来，因为我们射击最重要的是扣啊，如果你要猛扣，他这枪最后一下就很容易晃，一定要稳，压，我们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加压到最后响都不能，我们叫。俗称叫有意识瞄，无意识扣。9.6环，哇，不愧是运动小王子啊！可以，哎，我再试一下。你当时瞄的是哪里？瞄的中间呀，我发现就是金豆哥哥他那个动作真的是按杨教练教的，从上是这样瞄下来，然后呢手指慢慢加压。忘了揣兜了。啊！你别老记着踹动，你想想刚才教练说的那些动作。这不行，还是一只手。那我也再试试。其实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它的激光点。
闭一只眼睛吗？闭着眼，闭着。不要瞄那么长时间。八点四环，比刚才6.0环好多了，已经。8.4环，进步很大呀。对，我也。来，陆姐。哇，程序太没问题了。首先枪要平，哎，哎。我刚才是9.6，你猜？我刚才是9.6，你觉得你的环数是？9.8。低一点。9.7。对，9.7。哦，你战胜了两位男选手。一位穿着高跟鞋的，不要。陆姐姐在扣的时候啊，激光点基本上还是在她的正常的晃动之中，所以说明小陆姐姐对于扣是很细腻的。对，而且很稳定。我记得杨教练说持续加压，对对对，要上来这样，有意识瞄准，无意识激发。你看他这个压力差就7%，就是无意识的。对，他一直在加，一直在加。对，大家请看一下我的成绩，是怎么蒙上去的呢？压力差才7%，9.7环，被主持耽误的优秀的运动员，被主持耽误的奥运冠军。哎呀，还来得及吗？潜力无限呢。这边还有，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试试这边的这个激光步枪训练？好，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步枪啊。那步枪的姿势呢，相对就比较复杂一些了，就没有像手枪这么看似简单。步枪要求也是这种横向站立，然后举起来之后，这叫底肩勾，底肩，然后贴腮，然后瞄准距，瞄准距是这是一个眼，这是准星。这个是一个眼儿，看出去这个眼儿是一个圆，然后准星是一个圆，然后靶子黑圈黑色的是一个圆，三圆同心就是10环。然后首先底肩，然后要把胯送出去，然后这个胳膊肘要抵在这个胯上，然后尽量离着这个可以离着这个瞄准距近一点，然后也是激发呢，也是要压住，因为我们这有2道火，2道火顾名思义。第一道火你压下之后是没有扳机的，压实了之后，这时候轻轻一扣就有。9.6环，9.6啊！我知道原因，这没有手插兜了，这插不了了，您是插不了，枪插不了。来问一问四位同学，刚才都认真听了吗？认真听了是不是？啊，那这样还是你们俩先来，好不好？来，你来，还是拿中间这支枪。好，对。你看他的姿势，胯明显就顶出去。对，一定要出去。对，先扳扳机。而这个女生基本上，你刚才没有听我好好讲。对，你的胳膊肘在哪里？你的胳膊肘要抵到胯上。你得拖到下边那黑的那个地方。对，然后这个枪，不要用手托，最好用支起来，稍微支起来，因为你太低了。这么支，大拇哥在后，四只手指在前。对。对，不错，打低了，打低了一点点。再来，3.5环，女生3.5环上靶了，女生整个都还是对靠下瞄的都靠下，对，稍微把那个前枪头抬高一点，哎呀，太靠上了，对，又甩出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本身这个专项呢，你看他即便是练了一年，他也会有一个这个上靶的一个散步问题。而这个女生哈，对女生呢，2年，对，虽然是2年，但是他练的是手枪。对，所以我们这个跨度很大的。我手枪打不了步枪，步枪打不了手枪。同样的这个射击项目里，没错没错，是跨项是跨不了的。不光隔行如隔山，隔项目也不一样。这边有两位小赵小梦摩拳擦掌，我们让他们试一试，好不好？你们休息一下。这个练过之后，谁打的7环呢？对，刚才打了一个7环，男生。哇，太棒了！重新建立，对。哎，还可以。我觉得那个小梦的这动作挺好的。对，脱靶了。但是他们一看呢，力量不好之后，他们主动的会找这个桌子为依靠。不能靠桌子。对对，但是呢，这个脱靶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就是这个本身力量还是第一位的，要先练习这个。看来挺沉。力量多少啊？多少？多少啊？
拖把。比较关心成绩。这是一个圆，然后这儿是一个圆，然后最后瞄那个圆，三圆同心，行吗？拖把。然后但是其实呢，对于这个初次摸这个激光枪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用坐姿。啊，前面是放在桌子上，那样有桌子，对，手就很稳定。4.1环，哇哇，打得不错，打得不错。哦，那我们试一试，我们给他们拿几把椅子试试。要三圆同心啊，找到三圆同心的概念，对。哎，那肘可以放在桌子上，这个、对，来啊，有桌子了吗？对，把这个往前放，对，往前放，然后这边托住了，然后瞄准靶子，要三圆同心。首先2.7环，小伙子一定记住啊，你这没有底肩，你首先要底肩往前坐，哎，对，头往前伸，再伸点，往前伸点，好，你也是头再往前伸点，对，好，6.8环，谁呀？中间那个，哦，嗯，小梦，小梦可以6.8环啊，对，小伙子打得不错啊，7.2环，哎呦。太棒了，一环右边的，往左瞄点，可以往左，总算是上靶了。7.0环，可以，小梦找着状态了。对，小梦你可以，真的、嗯、找着感觉了，你可以考虑一下，学习一下这个射击运动。7.9环，哇，不错，就这么打。哎，他的这种，你看他的状态，枪感很好啊，这激发的枪感很好。好，哎，从7.9直接拖把，什么拖把？你抠这么远，这抠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试一下。累了，你们俩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这是中间的，对。哇，你们都立姿啊？好，先顶上，然后再这样，然后把胯送出去。对，要送出去。三圆，我现在哦，从里面看。你再往前，脑袋再往前，尽量离着瞄准镜。哎，对对对，离瞄准镜近一点。哎，等会儿。我这还没开始呢，怎么他就摁出去了？因为我们这扳机还是很轻的。哦，这妹妹多少？哎，找着那感觉，找多少啊？6.0啊。我呢？稍微高一点。我呢？小梦，我呢？1.0。啊？9.2。9.2环，厉害，小兔姐姐，你真是我是我那个他。这是谁啊？我。这是小鹿姐的。哎呀！又没上趟。哎，得上膛，对，先上膛，对，5.7，哎呀，不错，又进了一步啊！我呢，小梦，这几环？6环，6环了呀！哎呀，20多把！哎，我不适合这个，你适合手枪。行了，可以。啊，厉害，不错不错，啊，多少？9环，你看，一直在打9环。金豆哥哥特别稳定，手枪9.6，哎，然后这个步枪9.3。哎，不错，他进来了，这是几环？这是6环。6环，可以吧？我就非常稳定的6环了。哇。1.2，哎呀，进去了，进去了。哎呀，你怎么知道陆姐的视力是1.2呢？这个呢，就是这个金豆哥哥打的，哎呀，打的还真不错啊，真的。这个呢，其实比较好说，因为我们这个射击呢，其实初期的时候选材，真正教完资质之后，他们在打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看一个散步。嗯。如果给他这个3-5发或者18子弹，他的散步非常密集的话，判断稳定性，对，说明第一你稳定性不错，第二你瞄准的一致性好，第三你的激发的一致性也比较高，所以这是我们要挑选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看看你的概率都集中在哪里。对对对，像我那样的偶尔有一发没关系，对，大部分都在这儿，真的真特别啊，散步啊，对，就是一般呢，这个潜能和素质是不一样的。像我这样呢，就是一下拿起枪来就9.7环的，一般这样的很少很少。哎呀，再要夸我的暴风雨来的猛烈些吧。哎呀，今天的这个体验呢，对我来说呢是第一次。小雷，你是吗？我也是第一次。嗯，那这两位同学觉得这个射击运动好玩不好玩？好玩，好玩。啊，特别是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这么有这个天赋，对不对？非常好。金豆哥哥是我们少儿频道这个运动小王子，所以看出来了，就这个运动素养，其实不同的体育运动也能够有关联性，对吧，杨教练？确实，确实很厉害。好，谢谢杨教练，谢谢，谢谢，也谢谢几位同学，谢谢大家。好，下面呢，要为今天来到现场参与我们节目的四位同学送上快乐大巴的专属礼物，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快乐大巴的大礼盒。哇，太棒了！太棒了！有我们的盲盒、水杯、文具盒，这边呢，还有我们的文件夹跟我们的这个T 恤衫，每人都有，谢谢你们，谢谢。也请我们的嘉宾坐坐。好的，好，走吧，小朋友们。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换个角度看节目，快乐大巴更精彩。欢迎大家拿起手机下载央视频，关注快乐大巴视频号，成为我们的粉丝，全家一起乐翻天。来参加我们的直播活动，一起抓盲盒，更多专属礼物让你爱不释手。还可以参加我们的云端面试，选拔场外连线的家庭，你也来报名吧。快乐云游，让我们一起在云端嗨起来。快乐云游是我们专门为在央视频快乐大巴号当中参与短视频征集活动、参与直播连线互动的家庭而专门准备的现场游戏环节，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两组幸运家庭。嗨，你们好。你们好。欢迎欢迎，我们先请这边的小男生家庭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杜清文，今年7岁了，我在乌坦上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萨的婆婆、外婆。嗯，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好，我们看到这边，也请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Hello，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陈木波，我今年6岁半了，我喜欢打冰球。嗯，那这边是小妹妹还是小姐姐呢？姐姐。姐姐介绍。大家好，我叫王秋特，我喜欢。我喜欢画画。嗯，你的小名叫什么呀？果果。果果，哎呀，太可爱了。这是妈妈是吧？妈妈太美了。妈妈好。小鹿姐姐好。啊，欢迎两组家庭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这个家庭游戏了，非常的有意思啊。首先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呢在家中找到所有和射击有关的物品或者是玩具，看看哪个家庭找到的多。赶快开始吧。啊，要开始？我怎么不知道？要是猛然听上去呢，觉得家里可能没有，但是呢看了前面的节目，我觉得就好找了，对不对？哦，按理说男孩家里那玩具枪应该特别多呀。对，嗯，还有家里有那种飞镖的那个靶子，其实呢虽然是跟我们射击运动用的不一样，但也可以相关联的，对不对？瞄准的一系列嘛。哎，小杜同学，你在这干什么呢？你赶紧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别让那个妈妈和外婆去找，你也去找。他应该找完了自己的东西了。哦，找完了。对，你也太快了。这边这三口是不是去外面找去了？我现在看他们家的靠垫我都想瞄一下。我刚才就想到，哎呦，这个好瞄啊。好，那那个请木哥和果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找到了什么。木哥你来说。我找了这个玩具的枪。哎，那个杨教练感觉前面连发的啊，是不是？他这应该是打那个气打的那种，叫什么软的那种，可以有吸盘的那种啊。好，那那个姐姐找到的是什么？果果你找到的是什么？姐姐找的什么？这是
这是警察的那个手枪，还有专属的是吗？制式枪。嗯，那其实他们俩挺像刚才我们演示的，是吧？有这个大的，对，步枪、大的就是手枪，小的就是手枪。嗯，还有吗？哎，终于妈妈，妈妈也有了哈、啊。妈妈，这个呀，经常这样的，每天多举，然后呢，这个每次呢，这个个数要多，对于练这个小臂肌肉特别好。对，哎，妈妈，你觉得你们家色彩特别好，绿、红、蓝是吧？啊，特别的那个梦幻。是孩子活动的地方。哦，好，我们请小杜同学说一下，你们找到了什么？来，我请杜青兰同学。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那个弩，啊，这个弩，弩算弓箭系列啊。嗯，业余生活中我们比较喜欢射箭，啊，还有吗？还有很多。我们的箭筒，这个是阿萨小朋友平时最喜欢玩的射箭游戏的箭筒，嗯。然后我知道奥运比赛射击比赛当中有一个叫是打飞靶，然后我就找了他的飞盘。哦，这样的关联，我觉得这样的也可以挺脑洞很开哈。还有射击的手套，因为我平常奥运会我会看射击比赛，里边还有这个。哦，这个见过。然后这个是我就是运动员是要戴这个耳机来进行这个防干扰吗？所以那个耳机究竟是防干扰的还是放音乐？我们是那个耳包。我们叫耳包，主要是为了屏蔽这个枪的对耳膜的刺激。对，对，要不然那个声音持续特别大，对耳膜有刺激，是吧？嗯，还有吗？这个帽子，遮阳帽，遮阳帽。嗯，哎，真的不少。我觉得一看这个家庭呢，确实是看过射击比赛。嗯，观察的也很细。对，观察的很细致啊，这些都是对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身的一个项目啊，接下来就要请我们今天奥运冠军，杨凌叔叔给你们出题了。这接下来的题目特别的专业啊，妈妈呀、姥姥，这个要帮小朋友一起来回答，好不好？好，好，来，有请。第一道题是，步枪、手枪，我们都知道枪管里边有膛线，膛线究竟有几条？每个枪管，像有两个 A、B，A 是八条。B 是十二条膛线 ，A 和 B 十二条啊？多少？八。八？木哥呢？木哥呢？木哥十二条。木哥十二条。我也选十二条，我们也选。然后这边呢，姐姐弟弟是不同答案，一个选八，一个选十二。那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十二条。哦，选 B 答对了。对，每个家庭都有答对的啊，对对。哎，那个杨教练，这个多是不是稳定性子弹出去就更好？对，在经过测算之后，十二条膛线是最稳定的。哦，最科学、最稳定。对，十二条，以后记住了啊，那个枪筒里面那个转圈的线。第二题，请好。第二题，弹丸在空气中飞行的轨迹是 ，A 选项是。一条对称的抛物线，B 是一条不对称的抛物线，究竟是请选择不对称呢 ？B， 对称 ，B， 好 ，B， 好，那小杜同学选的是 B， 那果果和木哥选的是什么 ？B， 也是 B， 不对称，正确答案。但是我觉得两个家庭选择的都是对的，应该是哦，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因为抛物线吧，抛物线应该是一个弧形的，对。但是我们的枪管是一个直的，所以是一个不对称。所以是不对称的。对。好，哎呀，都特别棒啊！哎，我觉得，那个这边果果和木哥是双胞胎是吗？对。哎，我觉得他们回答的你挺有优势的，咱们就永远有一个选 A， 一个选 B 就行了，对不对？总能对一个，哎，这是一个好办法，有利于答题。第三个是跟猎枪有关的啊，我们都知道猎枪弹，它是由弹丸、弹壳、底火，还有一个我们是四部分啊，那么剩下这个是什么 ？A 是发射药，二是弹头。果果和木哥，你们选什么呀？选的发射药，我也选。哎，这次你们俩出奇的统一，你们俩不分开选了是吗？
为什么选发射药呢？为什么选发射药？因为那个头是圆的，不可能像烟花一样喷出去。哦，他说有发射药才能把它推出去，对，跟火箭发射有点关系，对不对？得有一个动力哈。哥哥呢？要是你按上那头那个药，哎呦，姐姐很有权威，够了，以我说的为准。这个手真霸气。好，来这边，因为是洒在药，没有打头。哦，哎呀，好专业呀！哎，杨教练，你看，哎，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理解思维能力非常的好啊，就是知识面也很广，那么都明白这是有很多钱玩儿，哎，没有弹头，没有弹头的概念啊，哎，理解的非常正确啊，对，确实有火药。祝贺我们两个家庭都回答正确，都各得一分啊，太棒了！啊，他们都一直都打。100只鸽子跟100只鸭子。好，小杜同学选的是什么？鸽子还是鸭子？鸽子。好，好，他们家选鸽子。这面我怎么听着又有鸽子又有鸭子？鸭子。啊，他俩都说鸭子。果果。为什么鸭子呢？鸭子那么慢，那谁打不着啊？那能表现出厉害吗？都是鸽子，不改了吧？改不改？不改了，是不是？不改了。好，教练，这一次两家庭的答案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一个是鸽子，一个是鸭子，是吧？那么其实答案呢，应该是 A 鸽子。哎，飞起来移动马呀！不是，这鸭子出来说，我招谁惹谁了？我走得这么慢，你们还打我？看你好意思，鸽子特别有移动马的感觉。对，因为。这个鸽子呢是在空中飞行的，所以我们最开始都是以鸽子放飞鸽子作为这个狩猎的这个项目，而且鸽子放飞了，即使没打着，它还能飞回来。当然，这是最早的一种形式，现在我们都变成这种叠靶了，早就不用了。对对对，好，那这个题呢，就小杜你们家获得一分啊。那么第五道是，我参加的项目叫移动靶。但移动靶早前呢叫跑猪，为什么？就是前面一个野猪的形状，作为一个靶车，那么来回走一个开阔地，它来回在动，然后我们去打的。那么早期这个移动靶，这个跑猪的靶子，在我们50米之外有一个跑道。那么这个靶车最早是用什么动力来进行来回的移动的？两个选项。第一个是用电机来带动的，第二个是用人来推的。两个选项。人来推的。究竟是电机还是人来推的呢？早期的时候啊，早期哦，是早期哦，很早很早哦。人来推的。好，推的。推的。推的吗？你们这边呢？人来推的，真的是人来推的吗？不，没错，最早的真的就是人来推的。哦，因为人在下面，专门的靶子在上面，下边有一个跑道，人在下边推着它走，然后有个惯性吗？对，因为要通过50米嘛，距离，它要通过一个10米的一个开阔地。开阔地每通过一次打一枪，每通过一次打一枪。最早是后来是用电机了，但最早就是人工的。但是人工的不科学的在哪儿呢？
一开始比赛的运动员他还有劲儿推，推的还是挺快的。对，到后来的运动员上场的时候他已经没劲儿了，他推的就慢了，不稳定。那我为什么不换人呢？我为什么不换人呢？万一每个人的速度他也不太一样呢？对，这个不好，这个量化和标准化，对，也不好标准化。嗯，好，答对了，增加一分。太棒了！还有题吗？看我们孩子们答得多开心。好，第六道题啊，还有两道题啊，大家注意听。第六道题，手枪项目如果打满环是多少 ？A 是600环 ，B 是400环。手枪项目，手枪项目。600环，到底是600还是400呢？600。那个果果，你选的是什么？果果，你选什么？600。都选600。600哈。都说600。啊，好，小杜也是600，对吧？嗯。好，恭喜大家又都答对了，600环，现在是68600环。哎，你们是真懂啊，还是蒙的呢？还是认真看我们节目了呢？节目之前说了，刚刚节目之前说。看来大家都看节目了啊！就爸爸带着上的。对。啊，木哥，你以前看过吗？你看过什么？看过杨教练的比赛。我也看过。看过。哦，他们看过是吧？嗯，那这点小度呢，一看对射击也了解很多，对吧？对。嗯，杨教练还有最后。好，最后一道题啊。认真听好啊，最后一道题了。我们射击有一个靶场是气枪靶场，那么气枪靶场，我要问大家的就是它的距离是多远？两个选项。A 15米 ，B 10米。今天也讲到过这个啊。10米。好，小杜你来说，为什么你选择了10米？因为只有，因为它就是10米。因为它就是。那这边呢？你们选择的是10米还是这个15米？快说，10米。十米，是这个为什么选了10米？为什么？没听说过15米。那我就没注意过是多少米。那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是10米。对，10米。哎，非常棒，非常棒！祝贺你们，祝贺祝贺，各得一分。哎呀，对他们怎么感觉没有拍到呢？特别棒，特别棒！哎，金豆哥哥，我觉得今天两组家庭他们参加咱们这个环节呢，都特别的踊跃，而且我就觉得呢，小朋友们的知识面真的特别的广，他们涉猎广泛，很多体育运动呢，他们可能呢没在进行学习和训练，但是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没错，刚才通过这几道题呢，不仅让我们这几组家庭，还包括我们现场我和小雷，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小朋友，都增长了很多和这个射击有关的知识。我觉得两组家庭呢今天表现都非常的棒，恭喜你们都可以获得3种口味的妙可蓝多奶酪棒。哇，祝贺你们，感谢参与快乐大巴节目，你们的礼物呢我们会很快呢快递到你们家，谢谢谢谢，再见再见。非常感谢奥运冠军杨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成长经历，也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和射击运动项目相关的硬核知识。可以看出呢，我们孩子们在快乐大巴当中呢都玩得非常的开心。那究竟有没有天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天赋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起多大的作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开阔的一个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很多时候天赋就是潜能的升华。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对运动的热爱，强身健体，坚持你的所爱，遇到和成为最好的自己。下期节目再见。